每日摘要，2024年2月24日，有关加密、流媒体、技术、政治、娱乐圈、人工智能、健康和环境的新闻。Satoshi 预计与早期合作者的电子邮件线程中的比特币能源辩论。德克萨斯州比特币矿工提起了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使用调查。美洲原住民部落获得了新的权利来制止不需要的氢载体项目，几乎所有建造的美国新电厂将是清洁能源。休眠的 Pipi 软件包被妥协以传播 Nova Sentinel OE 软件。 Volt Scammer 攻击使用无线充电器注入语音命令 Fry 手机，因为 Volt Scammer 充电器攻击可以油炸您的电话、信用卡、护照，甚至对 Siri 窃窃私语。澳大利亚制裁俄罗斯国民公司塔斯 TAS 报道说，新的反俄罗斯美国制裁会影响中国、阿联酋、塞尔维亚、德国和加拿大的公司，将10个人、153个法人实体列入反俄罗斯制裁清单。银行敦促英国收紧有关抓住俄罗斯资产的法律。国防部长宣布 AI 控制的无人机将向俄罗斯部队提供给俄罗斯军队。彭博社报道说，英国盟友希望用 AI 启用 AI 启用的群体群。可以看到美国制造的 M1 埃布拉姆斯在乌克兰在战斗中的第一个坦克视频中向俄罗斯人开火。彭博社报道，欧洲东部因武装乌克兰而失去了对西方的信心。泽伦斯基 Zelensky 在基辅 Kiev 接待了西方领导人，因为乌克兰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已有2年的标志。塔斯 TAS 报告说，大约200名乌克兰军人在阿夫耶夫卡 FDFka 投降，声称俄罗斯国防部。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宣布，与法国部队的合作达到了遥远的计划。俄罗斯高级外交官说，俄罗斯在太空中部署核武器的不足，俄罗斯认为与我们在太空中的核武器威胁没有接触。美国在犹他州拦截了小气球，确定这不是威胁。现场动作《火影忍者》电影在作品中 Destin Daniel Cretton 写作和导演。权力的游戏老板确认电影三部曲结束被阻止， AT&T 高管要求他们垂直拍摄，以便情节适合手机。乔安斯图尔特 John Stewart 说 TikTok 电视剪辑仍然是电视。顶级演员巴里塔布 Barry Tubb 华纳兄弟发现成为第一个好莱坞企业集团转向全年流媒体利润达到 1.03 亿美元。斯嘉丽约翰逊 Scarlett Johansson 的导演处女作埃莉诺 Eleanor。 由于土狼与阿克梅悬挂在余额中，华纳兄弟探索收取了 1.15 亿美元写下神秘项目。Vin Diesel 确认了《速度与激情》的特许经营结局，取笑大结局。Netflix 从破析杰克逊创作者李克·李丹 Rick Riordan 眨眼的新以色列定居点与国际法不一致。在争议之后，卢拉再次说以色列正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以色列部长说，没有人会把我们的人民分开，甚至不是你。Ellsworth B-1 飞机到达瑞典进行轰炸机工作队部署。习在普京发誓要控制台湾时从普京拿起一页。印度确认公民已经加入了俄罗斯军队。在爱尔兰，两名男子出庭在科克 Cork 占有3300万欧元的甲基苯丙胺癫痫发作。德国使大麻合法化但很难购买。Lula 在巴西说，博彩网站比赌博更严重，至今都禁止，但每个人都在玩。从2024年6月4日开始，美国版的 Google Pay 应用程序将不再可用。对于 Uber 首席执行官 Dara Khosrowshahi 而言，印度拥有关键，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取得成功，因为印第安人非常要求但不愿意为任何东西付费。 Uber 首席执行官 Dara Khosrowshahi 在图卢兹发生 Hyperloop 惨败之后，美国公司搬到了意大利。检察官在宣判之前寻求张照的护照投降。法官签署了 Binance 与美国检察官的 4.3 美元币认罪交易。在过去的三年中，香港的加密货币犯罪几乎两倍。ECB blog post 说，尽管 ETFS 比特币公允价值仍然为零。在游戏市场中，到2030年将达到3519亿美元。雪崩未能产生4个小时后备份。最后的弃培明星肯·梁·肯·鲁恩认为他正在为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 的阿凡达 Avatar C 试镜。 David Zaslav 吹捧 J.K. 罗琳的参与。
奥利维亚·罗德里戈 Olivia Rodrigo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Acrisure Arena Darts 首次亮相她的胆量之旅。TikTok 上几乎一半的成年人从未发布过视频，研究表明，其中有四分之一的 TikTok 用户几乎根据研究负责所有内容。韩国为暂停服务的抽搐罚款327,067美元。在睡眠期间听到轻松的单词，减慢您的心率。男人更有可能选择更风险的任务，尤其是与女性配对时。慢性压力可能导致癌症扩散。空气污染与大脑中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更多迹象有关。兰迪·普特福德 Randy Pitchford 梦 Dream 以求的边境宇宙。自杀小队杀死正义联盟的销售失望。霍格沃茨的遗产是大胜利。Activation 表示，在作弊报告中激增后已禁止6000个使命召唤账户。Google 的法院文件显示 DuckDuckGo 和 Neva 的新业务细节。雷迪特 Reddit 近20年没有赚钱，但无论如何他都向公开申请。戒指停止出售其环车凸轮仪表板。像素的 AI 魔术橡皮擦刚刚在 Windows 11上复制了。像光盘一样的 DVD 可以在100层上存储 1.6 Popabits 或200吨。自动售货机错误揭示了大学生的秘密面部图像数据库。一位魔术师说，一位民主党特工付给他，以使正在调查的假拜登新罕布什尔州 Robico。 美国司法部将新技术挑战执法部门首先命名 AI 官员。 NVIDIA 首次将华为识别为最高竞争者。东京保证另外 4.9 美元币以帮助 TSMC 扩大日本生产。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加薪代费费5美元在美国。中国警察在夏威夷太平洋邻居基里巴蒂 Kiribati 工作。海地向委内瑞拉支付了5亿美元的债务。哥伦比亚从18世纪的 San Jose Glen 的残骸开始恢复赏金。美国推动加拿大向墨西哥游客施加签证，以缓解北部的流动。巴尔的摩最终确定了1800万美元的交易来收购酒店，用于长期无家可归的住房。特鲁多说，自由主义者反对加拿大数字 ID。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在4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发布了 23.6 B 赤字。在德国，汽车驾驶执照的费用增加了3000欧元。韩国政府命令抗议医生回医院。詹姆斯·韦伯 James Webb 太空望远镜在宇宙中找到中子星融合。古生物学家说 Dinocephalosaurus 完全是海洋爬行动物，甚至在海上生下。南极的科学家隔离了6个月，开始发展自己的口音。公司说，奥德修斯月亮着陆器在达阵期间倾斜到一侧，直觉机器几乎丢失了月球着陆器，因为有人忘了在启动前翻转开关。宇航员在 ICE 上庆祝第一手术机器人的成功。太空站的轨道在 SOYUZMS-25 机组人员航天器发射之前进行了调整。污垢明星威利 Wiley 在反犹太评论中输掉了 MBE。在现场塞萨尔颁奖典礼上，演员呼吁法国电影业面临性虐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工作人员说，该网络的支持以色列倾向等于新闻事故事件。Meta Meta 的扎克伯格 Zuckerberg 寻求指责他为 Instagram 成瘾的诉讼。 Meta 工作人员发现 Instagram 工具启用了儿童剥削。无论如何，公司都向前施压。在印度，阿萨姆邦废除穆斯林婚姻法，以防止同婚。 Lotus Technology 的 EV 部门与 SPAC 合并公开。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说，李维安 Rivian 需要大量削减成本，其高管应该住在工厂，否则特斯拉竞争对手将死亡。由于质量问题，福特停止运输电动 F-150 接送。拜登计划以联盟状态的企业贪婪打入失物收缩。特朗普承诺，如果他返回白宫，他就会削减税款。一名年轻的阿拉伯妇女试图通过投票参加耶路撒冷市议会来创造历史。特朗普要求法官推迟在卡洛尔诉讼中执行8300万美元的判决。特朗普说，他的刑事起诉提高了他对黑人选民的吸引力。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认为，在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的领导下，世界更安全更稳定。美国对船的袭击导致了环境灾难。特立尼达政府确认燃油正在泄漏到多巴哥的海岸。白宫部落领导人欢呼历史交易，以恢复在西北太平洋的鲑鱼跑步。
阿联酋在改革中退出了 FATF 第五灰色清单，巴克莱未能搭配未注册的证券被扔掉。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削减了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讲话的镜头，以指出不准确性。布鲁克林的联邦陪审团裁定一名石油和天然气商人哈维尔·阿吉拉尔 Javier Aguilar 在贿赂厄瓜多尔和墨西哥政府官员的计划中的作用，并洗钱以确保其当时的雇主维托尔公司 Vito Inc. 的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全球最大的独立能源贸易公司的美国会员。BP 经理的丈夫在窃听妻子在家工作时偷听他的对话后认罪。纽约市的陪审团称 Most traded stocks of the day 24 February 2024 Japan NTT Otsu TEPCO Mitsubishi UFJ Hong Kong CTC China Tower BOC ICC UK Lloyds Vodafone Barclays BP USA AMD Tesla NVIDIA Tesla。 另一滴，在人工智能的海洋中 ，CISA 的网络安全警报和咨询。Global top selling and top played games across Steam, top 100 products by revenue for Tuesday, February 6th, 2024, Tuesday, February 13th, 2024, Held Evers TM2, Counter Strike 2, PUBG, Battlegrounds, Enshrouded.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Apps, iPhone February 24, 2024, Temu, Shop Like a Billionaire, Threads, an Instagram app, Apple Sports, Top 8 Apps, Shadow Rocket, Hot Schedules, The Wonder Weeks, Procreate Pocket, Top Grossing Android Gam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24, 2024, Monopoly Go, Royal Match, Candy Crush Saga, Top Free Android Apps on Google Play US,Temu, Shop Like a Billionaire, WhatsApp Messenger, TikTok. Top free Android gam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24, 2024, Monopoly Go, NBA Infinite, Royal Match, Block Blast. Top grossing Android apps on Google Play US, Google One, TikTok, Disney Plus, Max, Stream HBO, TV, and Movies. February 24, 2024,Apple App Store Top Paid Games on iPhone, Minecraft, Geometry Dash, Heads Up, 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Games, Block Blast, Monopoly Go, Wood Nuts and Bolts Puzzle, Top Movi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24, 2024, Wonka, Aquaman and the Lost Kingdom, Oppenheimer, The Beekeeper,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February 12, February 18, 2024.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watched TV in English. One Day, Limited Series. Love is Blind, Season 6. Griselda, Limited Series. 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viewed TV, non-English. A Killer Paradox, Season 1. House of Ninjas, Season 1. Good Morning, Veronica, Season 3.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February 12, February 18, 2024.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in English.Players. Lover, Stalker, Killer. Despicable Me 3.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non-English. The Abyss. Ashes. Kill Me If You Dare. Amazon bestsellers in Prime Video, USA, February 24, 2024, Anyone But You. The Hunger Games, The Balla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Bonus X-ray Edition. Oppenheimer. The Beekeeper. Amazon bestsellers in Songs, USA.February 24, 2024, Drown, Justin Timberlake. The Serpent and the King, Judas Priest. Beautiful Things, Benson Boone. Waiting on a Twist of Fate, Sum 41. Apple Music Top Songs February 24, 2024, Carnival, Young Dollar Sign, Kanye West, Ty Dolla Sign. Texas Hold'em, Beyonce. Whatever She Wants, Bryson Tiller, Redrum, 21 Savage. YouTube Music Charts, Global Weekly Top Songs.February 9, February 15, 2024. La Diabla, Javi, Kirky Metathapeti, Shri Krishna and Sahithi Giganti, Jail 2, Shiva Chowdhury, Bilakia, Peso Pluma and Anita, Terry Botton Mine Isa Uljhajaya, Raghavand Tanishq Bakhchi and Aziz Carr.